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老师。OK， 现在我们继续玩《笑傲江湖二：东方再起》啦。然后上一集我们打败了谁啊？想一下，忘记了。反正我们再去那个就五炉教的教宗就对了。所以我们来到了碧水寨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我军已经发动攻击了？为何总是慢了一步？现在怎么办？只有先助他们打败伪军之后，再做打算吧。走，这应该不抢吧？好，不抢，应该是一般的小兵而已。轻轻松松，好，赢了，小意识，没事吧？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，不要害怕。两位恩公，请救救我们寨主啊！求求你啊！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们也不知道，就在不久前突然闯进一批伪军，见人就杀，连老人小孩都不放过。好在咱们寨主及时的赶回来，却因为敌方人数众多，寨主为了让村民能够顺利逃跑，于是率领的部队往屋里撤去了，为了就是要吸引敌方的注意，好降低村人的死伤。现在大多数的敌兵都冲进屋里，想要一举将寨主擒获。咱们在外头也不知道到底屋里的状况是好是坏，求求恩公再帮我们碧水寨一个忙吧！碧水寨的子民来是为恩公驻留做马，以报答恩公的大恩大德啊！福部姑娘，咱们赶紧进去救人吧！哇，一群军队就靠李彤跟乡民两个人，你们觉得有可能吗？村民们，当我是神啊！太夸张了啦！这我现在去哪里？应该是右上角这个。为什么没音乐了？很讨厌！我怎么走啊？上不去啊！哎、欸，我去哪？有敌人啊！哇！为什么变这样了？好，又要重开机了。不是重开机啊，重开游戏。好，大家等一下。没事。好，大家等我一下。好，走这里，看到了。他说攻略说先进右边的房间，然后呢？然后进入在内房间哦，往右到在内房间五，就是这里哦。先出个档，这个。然后往上到战略房间是这边宝箱啊，没有，好，照这个，诶，他说五二二，然后到哦这个的，诶，这间吗？这边宝箱吗？有地道，诶，到四，然后再往上到在内房间见到寨主绿蛤蟆 ，OK OK， 看来有 BOSS 了，这个吧。哎、欸，谁讲话？哦，应该是这只红色。投降吧，再怎么挣扎也是没有用的。可恶！难道绿蛤蟆真要命丧舍利了吗？教主啊，你托付给绿蛤蟆的任务可能无法达成啊！好帅啊，这个角色绿蛤蟆，不要被那些是倭寇将领的话语骗住啊！咱们要是也是八位无冤家，死也不能向敌人投降，咱们一起冲出去。教主说没错，咱们身为无冤教人
此为无心教诲，誓死不投降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有趣，真是有趣，好一群不怕死老鼠。我本就无意放你们生路，既然这样，就全部给我杀了，别留下一条活口。遵命，铁枪王，这边。OK OK， 好，住手！还有遗漏掉的老鼠没解决吗？爱死的人，施暴！好，这边要先干掉。好帅哦，这个音乐。这张的音乐我最喜欢就是这一首，就是我那种激昂啊，就是四十一这样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噔噔噔！好，等一下跟那个大象打了。看来两位的身手不像无仙教的人。咦，怎能？原来是这样，看来我还是得亲自动手了。阁下的样子有些眼熟，想必这是那闻名已久的真田十勇士议员，原非佐助士吧？不随着你主公仗此沙场，杀死跑到这里当条狗，那能使唤？哼！假如我没猜错的话，想必你也是那五人众之一。嘿嘿嘿嘿，果真名不虚传呐、啊！真所谓虎父无犬子，何方丈的女儿口才居然是这么的伶俐，可是不知手上的功夫有没有这么厉害了？来啊，怕你啊！他在拿什么啊？应该是锁吧。有空看一下大局。一体同意啊！好，我们看一下大局，看会不会放。好，他放了，刚被吓到了。好，等一下换我的主角放了，我们先让主角放一大局好了。刚刚那个好像是震天戟吧，就是李彤的招式里面最不帅的一招。什么？可恶！居然中他的幻术！无耻之徒，技不冷就算了，居然还拿无辜的人当自己的替死鬼！手上的功夫不错嘛，不过今日咱们就点到为止吧。这笔账咱们日后再算。啊啊啊啊啊啊！两位恩公，这大恩大德，绿蛤蟆碧水带的子民，真是难以报答，请受绿蛤蟆礼拜。好帅哦！万万不可，咱们只是帮点小忙，这全部还是靠你们碧水寨人团结一致，才能将敌人退去。恩公真是谦虚了。对了，两位恩公来到此地，想必必有所事情吧？说到这里，我们也是在追查伪军的动向，因打听到无仙教不利的传言，所以赶到这里，没想到还是迟了一步。哎，原来如此，想必此刻另外四寨也一定遭到伪军的侵犯，两位恩公。女蛤蟆有不请之请，不知能够答应。再度请说，咱们蓝教徒托付给我女蛤蟆保卫五仙教，而教徒是捍卫紫云寨五仙教的圣地。女蛤蟆不敢负了教徒的托付，这就立即赶去援助各寨，但又担心咱们教徒的安危，所以可否请两位恩公帮我女蛤蟆去救救蓝教徒？没问题，我俩立刻前往紫云寨去。多谢恩公。
服务姑娘，这就启程吧。好，哇，这么快，好啦，那我们直接前往紫云寨咯。好，我们到了，应该是这个吧，那个字看不太清楚。哎，你怎么去啊？不会吧，不会这个我们的游戏就到这边结束了吗？我进不去耶，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还是现在不是走这里的时候。哇，它是赤足寨哦，不是这里啦！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那在哪里啊？碧水寨，这个这不是？那在哪里啊？这个吗？好像也不是哎、欸，这是黄沙寨，那是哪一个啊？难道我迷路了？还是不是这里？他说：“我看攻略是从碧水寨的左上进入圣地附近，就在这里嘛，然后再往下到紫云寨，应该这里。哦，这里是，哦，这青竹寨，哦，那好多寨哦。”怎样啊？欠债是不是啊？没音乐了，大家等待一下啊！我想到一个有音乐的方法，就这样，调这个就有音乐了，是不是？哇，还要自己手动调音乐，我也是醉了。好了 ，Go！ 哎、欸，有人啊！我们先逛街好了。他说近寨已经被我军包围了，为什么没看到啊？我看到他们很好啊，应该是没有触发剧情吧。诶、欸、蓝凤凰住所。诶、欸、见过了，像这样看一下 F12， 解救紫云寨。紫云寨不需要解救啊，看人都安好，有没有？奇怪了，好，不管了、啊，我先买个武器啊。哇塞，直接买最贵的啊！我忘记香米的武器会变化了，我从来没有仔细看过。应该也是会啊，不过我们先装备，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多，钱最多了，毕竟用修改器，用面积啊，想错，不是修改器，名家啊，名家都不用逛了，收刮一些宝箱就好了，你点不到宝箱呢，算了，反正也不会是一个武器，然后武器店的话在哪里啊？武器店，哎、欸，书商，哎呀，买，都买。然后防具店还没找到，哎呦，音乐还自己调，名家，这种瞭望台。好，所以中间是狼凤凰住所，然后防具店呢？防具店，这是杂货店。我要防具店。哦，有了有了，银黄铠甲。邪王黑甲，我以前好像没有钱买这些东西，太贵了。提高攻击的防御力，能避免一线异常状态。然后新增物品尚未有说明，啥火呀？然后这个是可驱使鬼神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
好，我们知道，我知道怎么触发罪行的，走到门口。我们迟了一步，紫云寨已被我军所包围。看来这是护卫粮草的守军。下一步该怎么做？我们先上粮草，制造混乱，潜入寨中救人。调虎离山之计，在时间内把放置五个固定的墙上的火把已烧进粮草。滑鼠左键控制主角行进的方向，右键控制四点旋转，并抓下所有火把后放置中间粮草。OK。所以不能被看到就对了。先拿这个。哇，有人过来了，那怎么办？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不往下走吧，往下走就尴尬了。他往下走了。这我来不及吧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现在这样，是不失败一次哦。哦，没事 ，OK OK。好，我会了。走快走。通常我没办法按那么快。你要等他先走过去。可千万没看到吗？啊，好难哦。不用离，好像视线不要被看到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就这样了，等他们过。没事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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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yes ni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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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ce， 放，哦，右下。有没有左下啊？功力是写左下，看一下，左上、左下、上方。等他先走过去，这很难玩欸，为什么有个这个小游戏来折磨人呢？那我们好好的打敌人不就好了吗？是不是？这边有，欸，真的有欸。哇，这放粮草那些卫兵还没有感觉吗？然后再到上方，哦，过不去了，算了，等他走过来。然后右上角这个人，我看他走哪里，他应该只会走上，对，他只会走上面。快点，我快没时间了，给我走快一点，到上方，然后右上。我看他走哪里，我就先拿右下好了，顺序没差，反正可以在时间内做完这件事情就好了。啊，这边不好，这来得及吗？好像来不及耶，啊，怎么办啊？我没事，我先。上方右上右下，先拿躲过去，在哪？来得及吧？这个你要赶快拿，可以躲这边吗？还是上方已经是最后的位置啊？但你会被抓啊，
我就会干。这样又没发现我认识。完了，我不想重来啊！干，这上方是最后拿的吧？我靠！大家等我玩这个就好了。气死我！上方最后拿，没放弃，我再也不要相信攻略了。太近了！等他！而且一次只拿一个火把，快气死了！快走啦！都没音乐了，很干欸。最安全还是等他们好了，不可操之过急啊，各位。然后先拿左下、左上、右下、右上，再拿最上面的，因为最上面可以直接到烧羊草，就结束这个小游戏。什么烂游戏啊，气死我了！这个很难，这视角是很讨厌，不是我在讲。快走啦！你挡在那边，冲他回。难怪先拿左上，怕来不及吧？可以啊，这应该不会花很多时间吧？Go go go， 咱们一起走！快快快，我还没时间了。好像这一集打完哦，不是，解完这个小游戏之后，应该就没了。这个寨就已经安全。快走下去。耶！来得及吗？来得及吗？我觉得不要好了，不要赌。大伙赌输了，拿上去。快走啊！哈！哇！我要跳过。好，你呢？趁着混乱，快走！是我啦！来人啊！快救我！救兵来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后面在跳什么舞啊？原来是你们在搞鬼，我绝不饶不了你！可恶，先解决这些守军。我是伏波半藏之女，伏波香明，奉江汉大人命令，诛灭你们。我还以为是谁，原来是德川的走狗，正好到我的江夏受死。大胆鬼，你们欺了我大明已久，今你我四不相老，看招！哇！变成这样了，他们应该不抢了、啊。我打到多少滴啊？他不抢，好，我直接跳过了、啊，这个看不到就算了，反正也是小兵。多谢多恩师相助，老朽代替主人向两位致谢。快请起，晚辈承受不起。请问老先生，男教主在否？我们教主正率领寨中弟兄守护圣地，这些扶桑人想要一再中牢，又性命来威胁教主投降。好，还好上天把两位来解救我们，才会让贼人奸计得逞，祝您福佑无限永长。祝您福佑无限永长。扶桑大军压境，男教主势难抵挡，我们也赶快去帮忙。老人家，你们不要紧吧？你们尽管去吧，这些余党就由我们来对付。
我可是老当益壮了，你老当益壮还要我们两个人来解救你们全体人？老人家，这就交给你了，我们赶快往圣地去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啊。那喜欢频道，欢迎到频道左下方的图片跟小红色框框按个订阅，也欢迎到我粉丝按个赞，以追踪最新的消息。谢谢大家自己观收看哦，谢谢，拜拜。